让电影联系世界。大家好，我是北京今天影视产业员杨峰。在中江国际电影节五周年活动来临之际，我们祝愿中江国际电影节成为连接中国和加拿大国际交流、文化科技合作的友谊桥梁，预祝中江国际电影节各种活动圆满成功，让电影讲述世界。大家好，我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张华宁，祝贺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五周年，希望电影节继续推动中加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成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Bonjour, à mon nom Brigitte Leblanc et au nom du groupe Industrie Créative de la Banque Nationale, on souhaite un joyeux anniversaire, cinquième anniversaire.Au Festival du film international Canada-Chine. Beau succès, plein de belles années à venir et très fière de notre partenariat avec vous. Je suis Fasken, de l'huissier Soudan. Je suis ici pour vous dire que vous avez fait un bon travail. Merci à vous pour vous donner un bon travail. Je suis très heureu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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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电影节继续推动中加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成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中加国际电影节五年来在促进中加两国电影文化交流与合作，搭建中加电影技术互动平台等方面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此，我谨代表蒙特利尔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祝中加国际电影节五周年快乐！祝愿中加国际电影节越办越好。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andra. I'm the sales manager of the Montreal Hotel.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the great pleasure welcoming you here for the fifth Canada-China Film Festival happening in September.我们今年将继续助力中加电影节，祝第五届中加电影节顺利圆满的举办。Thank you, thank you。祝贺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五周年，希望电影节继续推动中加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成为优秀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让电影讲述世界。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玫瑰会 Lianna。加拿大玫瑰会作为中加国际电影节的长期合作伙伴，以及多伦多分会场的主办机构，一路见证了中加国际电影节的起步、成长，以及越来越广受关注与好评。祝贺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五周年，希望电影节继续推动跟促进中加电影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预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我代表加中文化发展协会和渥太华华人音乐协会，祝贺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五周年。希望电影节作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能继续推动中加之间的文化和电影的交流。最后预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在深圳遥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圆满举办。2020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很高兴。中加国际电影节能及时的调整形势，如期举办，为中加科技文化交流做着不懈的努力，期待第六届中加国际电影节能继续举行，实现更多的合作成果。祝贺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五周年，希望电影节继续推动中加之间电影文化交流，成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Hello everyone, I am Jimmy Chan. Congratulations, the 5th anniversary China Canad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 hope the film festival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film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becoming.The excellent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art exchange. Finally, I wish the 5th China-Canad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 great success. 我是万有平舞蹈工作室的学员赵军，我代表汪老师和我们舞蹈工作室的其他姐妹们，恭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并衷心的祝愿中加国际电影节越办越好。我代表蒙特利尔华商会热烈祝贺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第五届，希望电影节继续推动中加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成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祝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在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五周年之际，作为合作方，我仅代表哈西电影海盗网的全体同仁，对电影节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一切为电影节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加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中国与加拿大文化交流、相互了解的文化名片。电影节的举办为喜爱电影的加拿大观众和华侨华人同胞提供了一个以艺术形式感受现代中国的机会。我希望观众通过观赏这些影片，以多样的视角走进中国广阔深刻的文化，走进中国人民五彩缤纷的精神世界。电影节给加深中加友谊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公司也以能够迎办这样一个高水准、大胆创新的电影节而感到自豪。中加国际电影节作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共邀各位观众享受美妙的电影之旅。最后，我祝愿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蒙常会预祝第五届中加电影节活动圆满举办。我是第一届到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的成长的见证者。经过五届电影节的举办，汇聚了大量高质量的电影和众多的专业电影人，并赢得了中加两国电影领域权威人士的高度认可。至此，在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闭幕之际，我仅代表联合国国际合作协调局新闻部、中国中外新闻社对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是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社长胡宪，在此祝贺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第五个周年庆祝活动，希望我们的电影节继续推动中加两国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与合作，成为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再次祝愿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各种系列活动圆满成功。我仅代表自世界广告印刷公司，祝中加国际电影节迎来五周年。在这五年里，我们目睹了中加国际电影节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北美电影界很有影响力的电影交流平台。它推动了中加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成为了优秀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最后祝第五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圆满成功。